我没生病，你给我打什么针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有洁癖啊！你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我晕针，你说晕过你什么都问不出来的时候，别碰我！我告诉你。 我觉得，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把那12枚吊坠保护好。要是丢了，你任务可就真失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还有5枚。现在美智子暴露，应该还有4枚。你得抓紧了。我麦，我没电。 会使迷药，我董云进去还没动手就被放倒了。那你刚才说你抓到他了？我这不是骗他吗？要不你怎么进来救我？这么多日本人。哦，调虎离山啊，聪明。北川美香太在乎那些吊坠了，我就跟他赌了一把，幸亏我赌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说呢？就跟我打牌一样，越想赢的时候吧，越容易出错牌。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？我们说来话长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董明。哦，哎，彭队长，你知道程大运也是啊？对，不好，通宵的和林子金会有危险，我们得马上告诉他们。程大运这个臭小子，一招扮猪吃老虎，骗了所有人。二位，我觉得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出城，再追上列车，然后再找机会。 干掉董明。日本人把城都给封了，全城通缉我俩，要干的话，只能硬来了。要兑换现金是吗？没有这么多呀。现在能兑多少？只能兑50万。可以，我现在就要。请稍等。
于潇潇将从胡小文那偷来的支票换成现金，购置了一批军火。他要帮董明，他要重返亚细亚。看来他真的是中了黑鸭毒。把这个给你，这是上次王年庆留下来的抗病毒血清。本来想这三招用的，看来今天派上用场了。这东西有用吗？应该有用，最起码可以延缓病毒发作的时间。你醒了，快跟我走。怎么突然一下变成这样了？没用，没用的，没用的。军长，子君，听他的吧。如果抗病毒血清都不能抑制病毒的扩散的话，再高明的医术都没有用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剩下吊坠，再想办法摧毁黑鸭的车厢，别让病毒再祸害任何人了。这日本人又化后的病毒太厉害了，我被黑鸭抓伤，原本还能勉强支撑，为的就是抓住董明飞大哥报仇，根本没想到跟日本人产生任何纠葛。
我看他是能够有机会抓住冬兵，除掉这个狗贼的。哎，错失了最好的良机，让日本人把他救了。 果然和日本人狼狈为奸。我们一定不能让日本人把病毒带回凤阳。现在疫苗终于不能耽误，我这就去车头，找美智子拿那枚吊坠。你干什么？你去送死啊！我和董连进已经没动手就被撂倒了。现在就剩下五枚黄金吊坠了。如果我们不找全吊坠，就算破坏了日本人的病毒车厢，我们也等于是前功尽弃。那我也不能看着你去送死啊！每一个人都会死啊，就看你死的值不值得。 有什么好笑的？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二位，你们能够不计前嫌，真是为国为民，为国为民啊！在下自愧不如啊！ 别过去！别过来！这血里一定含有他们的生化病毒，会传染的。如果我不是中了这不解之毒，我一定跟二位。 去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。好了好了，少说两句吧。吐这么多血，你不累，我看着都累了，还不好好休息休息？不过我真的很佩服你，为了救自己的兄弟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纵横东北十多年，没想到竟在这小河沟里翻了船。 好好歇着，争取晚一点去阎王那儿报道。兴许还能看到我除掉董明的历史性的时刻。这样就算死了，你也能瞑目了。北川美行这一路都跟谁见过面？ 没有见，不过他在邮差的工作间门口停了一下。邮差？肯定有问题。会えたら会えたようですか。黒木場は視線から離れてはいかん。じゃないとこの派手だ。美智子怎么办？ 机车头里全是密响，进去不到几秒钟就会晕倒。要想拿到吊坠，必须得把它勾引出来。美智子是关东军的头号特工，他知道吊坠的分量和雅西亚号的重要性，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上当的。这样，你先去邮差车厢，我去机车头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没事，我会小心的。这太危险了。没有时间了。 笑什么？不跟你说好好休息吗？你们别争了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会会那个什么美智子吧。你去干嘛？你去送死啊！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。之前做了许多杀人放火的恶事，今天正好学学你们，学学你们当把英雄。车头里面都是迷香，正好我浑身都是毒，毒攻毒。
二叔回来了，再找个日本女人垫背。 到了，走吧，日本人快来了。兄弟，杀董明，摧毁病毒，这些都交给我了，安心上路吧。 现在的速度，应该到四方站之前赶上列车。来了，等等，来了，等等。
我们现在已经不允许乘客上下车，万一他们在四方火车站不停车的话，谭少波、德海医院、龙城警察厅，近百条人面，定要让日本人血债血偿。 给我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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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小六。不是，昨天你跟我踢屁股干什么呢？小六，平时呢，你总拖大家后腿，这个鸡屁股给你啊，当之无愧。来来来来来，那剩下的呢？我是司令，总要顾全大局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了，啊。别动！不行，我要！给我！我是司令，我接上。我逗你们玩呢，能不分给你们吗？来，扶我起来，给你们分。我喝你！你说这是吃独食，这给咱们的？怎么吃？来，嗯。司令，要是兄弟们在就好了。司令啊，你说我们现在这样是为什么呢？我也经常这么问自己，但是答案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司令，你怎么了？对，你今天说话阴阳怪气儿，我都有点受不了。黄班长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你拿着黄金跑回来跟我说，你发现了一大批黄金。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我感觉我看到了咱们重新发号的那一天。我就在想啊，咱们拿到一大车黄金，咱们招兵买马，咱们重建番号。对了，你哪知道我为啥要重建番号吗？嗯，因为我是一个逃兵，我天天看着你们跟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天天跟我吃不饱穿不暖，然后当成乞丐一样赶来赶去。你们以为我心里舒服吗？小六，你从小就没有爹娘，但你好歹有个银锁，你有一个念想。我呢，我有爹娘，他们还活着，但是我回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逃兵，我是个逃兵。我回去会给他们丢人，我不敢回去，我有家不敢回呀。你知道我多想他们吗？所以我一定要重建番号，我证明给弟兄们看，证明给大家看，我不是个逃兵。不是，司令，我们不也是逃兵吗？没事，兄弟们在天之灵也会原谅你。
你们为什么一直这么跟着我？司令的救命之恩呢？我们的命不都是你捡回来的吗？别说救命的事儿了，你们知道什么？你们知道什么？好，我今天就告诉你俩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当时情况太危险，我又害怕，我就想赶快逃跑吧，一转身就被绊倒了。我也没想到你们在身后，不小心就把你们扑倒了。然后起来你们就叫我恩人，我寻思那就叫呗。谢长官救命之恩，谢长官，谢长官，谢长官。从我跟你那天起，你有什么事你就打我，不管什么事打我，拿我当出气，你就一直拿我当出气筒。我告诉你，我他妈不是怕你，我是尊重你。你太不是个东西了。走，没有你们，我照样能拿黄金。拿黄金别后悔，后悔别来找我。我就知道你们会后悔。
お前らがもう死んだ、わかる？はいはい。誰が機関車に近づいたら、お前らがもう死んだ、わかる？ 我妈，子君，何府女人刚刚带着日本士兵往机车头去了。我知道，机车头的危险现在已经解决了。我现在要去一趟邮差工作间，那个地方很有可能有黄金吊坠的携带者，你继续在这儿盯着。 在冰城火车站害死了自己二十几名的同志，在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结束了。我没有杀死他们，他们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。是啊，他们不是你杀的，可他们是因你而死，是因为你出卖了他们所有的行动细节。是，你没有杀。 所以，当你女儿小于因你而死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么安慰你自己：你女儿不是你杀的。林子君没死。 不告诉你，现在跪到死也没有。我叫你杀了林子君，你有照我的话做吗？我做不到。林子君是我一手拉扯的，他就像我另外一个女儿一样，我下不了手。行，现在我要你去干掉童小乐。 我就马上放了你女儿。
你们出去，不许出来！我是你们北川中佐的朋友，来也不行，赶快进！开门让我出去好不好？我是你们北川中佐的朋友，这是个误会，让我出去！开门呢，这是个误会啊！ 怎么回事啊？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哎呀！你笑什么呀？不疼了？啊！哎呀，没想到我堂堂通晓乐还会成这样的地步哈！哎，不过你想想，咱俩刚认识那会儿，你的一嘴巴给我打的哟，记忆犹新呢。那也不能怪我呀。 还不是你先耍流氓的，我耍流氓？我那是执行一个警察的职责，我去工作好吗？我倒是怀疑你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撞我。不算，原谅你了啊。你这到底怎么弄的？哼，小意外。啊！哎，对了，子君，我记得你跟我说，王妈一直带着你长大，她对你一定很好吧？嗯。